说起来就离谱。这件事情的时间跨度稍微有点长，大约在5、6年前，那是 MC 1.12 版本刚上线不久，有位玩家便邀请了位朋友一起生存，而这件奇怪之事就发生在他们的某次探索中。当时两人建完木屋，无所事事之时，文亮忽然瞥见远处有座大山，他觉得站在那上面就能知道后面该干啥了，毕竟站得高看得远。然而就在前往的过程中，怪事频发，先是突然跳动的方块。 对此，他们简单讨论了下，认为是 bug， 就没有在意。谁知又往前没走多久，一座充满神秘气息的奇怪建筑便出现在两人的眼前。最离谱的是，在他们调查完建筑的几天后，周围的一切突然变得奇怪起来，当中也包括他们的游戏角色。如果你感到害怕的话，请给视频点个赞，或者把我在公屏上。今天的主题是。 发现奇怪十点之后，两人先是相互怀疑了一波，但都遭到对方否决。那这个十点是怎么回事呢？玩家提议进去探索，但朋友却以怕黑为由拒绝。无奈之下，玩家只好单独进入十点，里面很黑也很安静。而像这种情况，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好事，因为怪物往往都会藏在黑暗中，等玩家接近之时，便会用它那血盆大口将玩家吞噬。但很遗憾，这并没有发生。 文家头顶突然飞过一个东西，紧接着外面便传来阵阵的破空声。难道是有什么东西在飞行吗？两人急忙来到外面，只见几个方块仿佛被赋予生命一般，在天上飞来飞去，那场面看着极为诡异。玩家和朋友当即傻眼，而更离谱的还在后面。一边的朋友突然被什么东西托起，也加入了飞行行列。同时，他还发现自己失去了角色的控制权，并且飞了没一会儿，他就消失在夜色中。至于去想，公屏则给出了答案。 玩家瞬间头皮发麻，急忙往森林跑去。正当他以为安全离开之时，突然，诱导宝宝没有攻击，而是在原地转起了圈圈。在玩家不明所以时，公屏提示说雷暴已激活。接着天空下起了大雨，玩家害怕极了，连忙狂奔。结果没走几步，角色就被强制升空，直至挂掉。 哎呦！